抗菌肽 AMP 也称为宿主防御肽 HDP， 是所有类型生物体中发现的先天免疫反应的一部分。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之间存在根本差异，它们是抗菌肽的潜在标靶。这些胜肽是有效的广谱抗生素，具有作为新型治疗剂的潜力。抗菌肽 AMP 也称为宿主防御肽 HDP， 是所有类型生物体中发现的先天免疫反应的一部分。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之间存在根本差异，它们是抗菌肽的潜在标靶。这些胜肽是有效的广谱抗生素，具有作为新型治疗剂的潜力。抗菌肽 AMP 也称为宿主防御肽 HDP， 是所有类型生物体中发现的先天免疫反应的一部分。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之间存在根本差异，它们是抗菌肽的潜在标靶。这些胜肽是有效的广谱抗生素，具有作为新型治疗剂的潜力。抗菌肽 AMP 也称为宿主防御肽 HDP， 是所有类型生物体中发现的先天免疫反应的一部分。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之间存在根本差异，它们是抗菌肽的潜在标靶。这些胜肽是有效的广谱抗生素，具有作为新型治疗剂的潜力。